大家好，我是 Audit。 上个视频我们讲到了如何注册 Perfect Money 完美货币，好，这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子如何兑换或者说入金这个 Perfect Money， 如何兑换存款都可以。好，这里呢我推荐大家两个站点，一个呢VO Pay， 还有一个呢安特兑换啊。我们首先呢都需要注册一下子，好，到右上角呢有个注册 Sign Up， 我们点击一下子，等一下弹出个窗口，好，这是我们输入它的登录名，另外呢输入邮箱以及设置好密码啊，注意不要输错。好，这里呢输入一个验证码解答5+50，打勾，好，注册 sign up， 稍微等一下子，好，他会发往你这个邮箱里发一封验证邮件，好，我们点击一下就行了，稍微过一下子，好，邮箱收到了，看一下这里面，好，有个这个，好，把这个复制一下子，或者直接点击也可以吧，好，我在这里呢，点击一下子。好，过一会儿呢它会弹出这个界面，好，注册成功，这里确认了。好，我们就把用刚才那个登录刚才输入的密码和这个证码登录，好，登录成功，登录好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账户进行这个兑换。好，到这个 home 主界面上啊，我们现在呢是需要，如果需要购买啊 Perfect Money， 那就是说你从支付宝里转过去，你就先点个支付宝 Alipay， 然后这里呢选择 Perfect Money USD 啊，存到我们的美元的电子钱包里啊，这里就是输入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输入金额，它现在汇率是7.15:1的啊，这里呢你输好以后，它对应的就会有美元数量自动帮你计算，然后这里呢填入你刚才的这个 Perfect Money 的账户的钱包号，是钱包的号码，好，就是这个账号，这个账户对应一定要对应是美元的，好，把这个填到你这个刚才的这个里面，这是你需要你的支付宝账号，你把它填入进去以后，然后呢这里呢填入完美货币的电子钱包美元的这个账号，这里填一下你的名字都可以，好，下面的验证码输入，好，打星号的都把它填上以后呢，点 exchange 兑换，我们等一下子，然后再随便输了一个数据，它就是 your order created， 建好了你的下的订单，然后呢比如点同意，然后 create order， 建立订单，哦，在这里也可以选中文，如果你不熟悉的话，好，如果你点左上角这边有简体中文，你也可以用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需要通过支付宝扫描支付宝支付，支付过以后呢，它很快就会处理，一般来几分钟，多了也就一个小时吧，都能够收到，然后点 pay 的就行了。好，下面的话就在这页面里可以等等，因为呢它右下角呢也可以有这个跟它聊天系统，可以咨询它，一般来讲非常快，这处理都非常好啊。左上角还等它建立好，我再讲一下子啊，这个页面如果你都付过了，你就等这边，如果成功了它会有显示的，这个页面会自动刷新。左上角还有这个可以选简体中文，这样的话对于
熟悉中文的朋友呢也都可以用，看一样的兑换。好，反过来当你有了这个完美货币的话，你也可以反过来点完美货币，然后呢从这个取款等同于取款，然后支付到呢这个支付宝上面去，这是反过来填写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中文界面，看到一般五到六十分钟内会处理完毕。好，这里填好你的这个钱包号，以及你的支付宝账号，你的个人信息啊，最后点提交订单也可以一样的，是其实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从外汇货币转到支付宝。好，订单创建，好，它弹出订单创建的这个页面，然后呢你觉得对了就点这个，这我们只是做个试验了。这个支付宝账号呢不是一个真实的，随便取了一个，只是看一下这个流程。好，点 create order。好，这里点支付。点支付呢它会弹出个界面，弹到那个Pocket Money, 完美货币的这个官方的一个支付接口。通过这支付接口呢付完钱以后，他们这家兑换网上收到以后，他就会把钱给你。点一个 payment, 付款。输你的当时这个完美账号的这个会员号以及密码，验证码就可以了。同样回到一个订单画面，那个订单画面里面呢你就可以等待它很快完成功以后就会显示出来。好，同样道理，另外一家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家呢邮箱是不需要验证的，反正也很快，我们简单过一下子。这两家呢都不错，反正你也可以做个比较一下吧。好，这已经成功了，成功注册了。然后呢一样的兑换 Alipay 转到，当然这家有多一个欧元，你可以用那个 Pocket Money 外面货币的欧元钱包也可以转过去啊，这里是一样的几乎。好，反过来呢由 Pocket Money, 如果你有钱了你可以转成取款到这个支付宝，一样的道理。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两个，大家都可以去用用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个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